OK， 来了，太内穿是吗？战绩。我是日本人哎，美丽有反应，看我的反应有自由音，有自光又有反应。今天呢，我就是在外太空。为什么会来这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上一集用了一股力量把我自己给顶了上来，这样子觉得有点酥嘛。你好会顶，直接阿爆！这股力量就是机械的力量。Yeah! Yeah! 这个力量好大哦，太夸张了。我们上在太空嘛，那我们今天要讲 Jason 的球。为什么要聊他的球呢？是一颗球还是两颗球呢？究竟有多少颗球在 Jason 的身体里面？是色粒子吗？我知道 Jason 几颗球，我知道伊翔有几颗球，几颗球？他只剩一颗球。男生都有四颗，四颗吗？不可能，真的。说说看，哪四颗球？两颗金丸吗？两颗眼球。哦，继续。好，究竟接下来的球是出了什么样的状况呢？出了什么状况？里面没有内容物，这种袋子，天冷的时候球袋就会缩起来，会很像那个画眉这样子，皱皱的，像不像？画眉。昨天你觉得接下来的球出了什么状况？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没有办法去。那要找医生吗？说不定需要找医生呢。找谢医生，找谢医生。你哪来的想法找谢医生啊？他特色的快，真的。等一下。喂，你找谁？我找谢医生。我肚子好痛，我肚子好痛啊！这一场球的部分，我们暂时聊到这里。那究竟他的球出了什么样的状况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OK, play。哦，什么都没有哦，黑麻麻的。哎呦，就出现了哦。哎，暂停一下，他前面那个字是什么 ？DC91 吗？你那是 S 的 ，S 跟 Z 差那么多。啊靠呀 ，Z 是另一边的。过没呢？哦 ，SC91。哦，没声音了，一个一条白。257。257。再讲几次的、啊？257、257、289、31，小皮球、香蕉油，到底257出了什么事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哦。啊、哦，哎，这集哎，开始了哦，这样子是哦，暂停一下，暂停一下。这个就是抒情歌的片尾啊，直接干来用。哦，直接拖来用啊！这画面直接拖来用，很屌哦，这到底省时间哦。OK 哦。而且这个画面一开始是吓到是抒情歌片尾之外，然后最后那个 Jason 声音进来，哦，听到耳朵直接出水，继续不赖，继续不赖啊。遮住眼，封了嘴，怎么无法解开？哦，这结。他讲废话吗？什么意思？这个歌词是讲废话吗？他遮了眼，封了嘴，没有办法解开这个结，就是你眼睛都看不到了，你要解什么东西？你觉得他解什么结？姐姐，大姐姐，我喜欢年纪大的姐姐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你长得很好看的，大姐姐还是小姐姐 ？OK， 不对。揪着心，揪着情，看着你用双手一把扯裂。一遍遍，一遍遍，把我心脏撕成许多碎片。被你怪太过坏，你就像个反派。It's crazy， 太过走火入魔，别跟我聊啥承诺，弄坏我再多去安慰，没办法去拯救，已被束缚的结果。
画面好帅哦，太扯了吧，这一圈飘到外太空呢，最可惜他没有戴面罩哦，应该有问题吧。其实就是你太空总没有太空衣肯定要死，其实真正的太空有人有人，太空是高真空的状态，没有太空衣的防护下，身体在十秒之内会直接爆炸，接着邻居会靠北了，我也觉得。Why you took my soul? 麻酥啊，麻酥啊！哇，麻酥！麻酥啊喂！换回来，别将我的灵魂摧毁，就算已经是。好像飘哇，早知道你是大反派，被你囚禁不意外。那歌词太废了，你是大反派，写一般歌词会出现大反派。那如果是你，你要写什么？早知道你是大懒蛋，被你囚禁。哇，基础就是一直在讲球。他是大反派了，不要再一直乱改那些歌词了。继续。我在一起跟你告白，跟你的离婚恋人在一起嘛，这样子倒着来的哦，还这样倒过来的这样，浪漫。没这么编的。哇，我操，这样子飞哦，哇，哇。好了，其实就是 Jason 在拍这个 MV 的时候，我有去现场帮忙，现场看起来超爆的。他那天真的超辛苦的，左右转、上下转，哇！而且偷偷跟你一个小秘密，他转到吐，他直接下课这样子，要转一转，啊，下课了！他真的很辛苦了，可是现场看真的很普通，我真的不知道前方会有这种状况出现，好扯哦！继续哦。到处都是你哥，天花板到处都是你哥的那个双眼哦，那到底有多少 brother 呢？多么远，你是 playing 那个 trap in this game？It's crazy，crazy 哦，然后嘞，哦，爆！别跟我聊啥承诺，爆！不管我再多去安慰，没办法成就，一杯舒服的结果，爆！Why you talk？ 哇！啊爆！直接一个大爆炸，他被炸飞了。哦，原来那个方总就是为了这个，可是你他就在那边吐的啦。真的啊，值得哎啊！接下来撞到了。哦，好了，继续 play 哦。哦。我烧烧掉啊，烧掉了。我烧啃你娘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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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在这个状况还可以对嘴哦，哇哇哇，耶还耶哦，哇哇哇，哎，倒
爽哦，回到抒情歌的那个钱就是回光返照哦，就是要推进去之前三千的跑马灯就到了之后，连小时候找不到的玩具都找到了，这样子。然后他回忆的时候，还是记住他没有光源光灯这件事。他的回忆里面果然还是有这个事情出现，他没有光源光灯，太扯了。好，我们继续 play， 继续 play。别将我的灵魂摧毁，就算已经是智障。等一下，这种人就是没有危机意识，你知道吗？就自己都要被炸飞了，还在那边靠着车，然后看着旁边耍帅。那再次看到这个流星，我还是希望祝大家都顺利的哟，谢谢。是大方还被你囚禁，不意外。Why you do my soul away？ 为什么你要把我肌肉带走？然后最后就变成一个没有办法烧掉的太空垃圾，在太空里面这样子漂浮着。OK。今天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，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呢？这一项的球出了状况，这一项早泄一千，太空垃圾，机器的力量，在外太空不戴面罩就会喊爆，马索，马索，火化中的这一项，大姐姐，小姐姐，我也在片场。这首撞到吐，这首歌推荐给你。OK，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顺便追踪我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。最后，如果你对这部影片有什么意见，或想看我对什么东西起反应的话，在我的下面留言，让我知道一下。没有下面了，我有啦，没有啦，啊，我要有啦，讲鼻子就是一样，好，啊，我们一句一句录哦，好，那你要对着镜头，不要看着我们，好，我知道，我这边有资料，等我一下，嗯，等一下，有人在睡觉吗？好，因为点好久。